在对不起，你再稍微等一小会儿哈。导演，现在这新人怎么这样呢？不是，肯定是有特殊状况。我跟你讲过，我们这个团队呀、啊，那是最专业的。好嘞，放心啊，放心。哎呀，我说演员到了没有啊？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哟，小尚啊。人家老师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你说你们怎么能迟到呢？台本看了没有？看了看了看了，我看了哈，专业好。但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哈，你是上将军，他们三个是反贼，你呢拿这个把他们仨捅死，然后来这边那个接过夫人的包裹啊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行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简单，来一条过啊，没问题。来来来来来，包我身上，准备一下啊，来来来来，安老师来来来了。道具沉啊，沉有点沉。导演一条过啊，好好好，一条过一条过啊，这个位置啊，好了，好，收敛收敛，来，大家准备好啊，准备 ，Action， 呀、yeah! 啊，能进能退，真正法器，我乃。上将军誓言，夫人，将军，他干嘛呀？哎，干嘛呢？哎、老师，老师，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先坐会儿啊，天天热，天热。小尚，他干嘛呢？咋回事啊？说谁呢你？作为一个好的演员，我们要懂得配合，是不是？我一直跟你怎么说来着啊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。最专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一条，好不好？行，再来一条。哎，安老师，您受累哈。新人看着嘚瑟了，行吧？喜欢你，紧张是不是？知道了，看在新人份上，饶他一命啊！喜欢你，喜欢你，来来来，再来一次啊！来，准备好了啊！预备 ，Action！ 呀！我乃上将军誓言，夫人，将军，夫人，将军，夫人，你倒是拿呀！看，拿呀你！啊啊、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你先坐啊，你先坐，你先消消气儿哈。他什么毛病啊？哎，小尚，说谁呢你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小尚，你知道俺老师多少钱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们多少钱呢？啊！我把人家找来容易吗？给你搭戏，你一不小心你就红了，你就不用管他是谁了。去去去去，再好好想想怎么接他这个。去去去去去去。哎呦，导演导演，会有用啊！洋洋，孩子挺不容易的哈。你看这大热天的，还握手，干净吗？你说这啥呢？我要现在换人吧，还得重新排，浪费你时间，是不是？咱就搁着这么来吧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机会，行行行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导演看在面子上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团队那是最最专业的。好嘞，知道了啊，来吧，加油啊！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？怪累的。哎，我们还有通告了，快点啊！好好好好好好，来啊，准备好了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 呀！哎，来啊！能进能退，真正法器，我乃上将军誓言。夫人，将军。哈，包给我。演什么呢？导演，你看他能不能拍了？坐坐坐，安老师，我们还有通告呢。小尚。你干啥呢？我道具呢？小尚啊，小尚啊，小尚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道具组多不容易吗？道具组就我妈和我爸俩人，你上次撅折了好几根棍，我爸现在还在那焊呢。你不能这样对待道具，你知道不？不能这样对待道具，知道不？对不对？他们不懂事儿。咱就这一场戏了，咱就杀青了，能把它拍完好不？我生气呀、啊！咱是新人，要多忍耐，好不好？
好不好？你别忘了我刚刚跟你说啥来着。但是咱们是啥专业的，最专业，专业点是不是？好不好啊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走啊。老师，导演，这真不能忍了。会有用吗？都是我的错。导演啊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也知道不是你的错，但咱这真的是最后一条了啊。好啊，专业一点。助理哥哥，你帮我劝劝安老师好不好？吧好吧。哎呦，我谢你。我把东西放这儿啊，你们自己准备好了就过来哈，消气儿哈。洋洋，最后一遍了啊。好，不能再忍了。好嘞。别搞丢人了，我们是真专业的。预备 ，Action！ 呀！死！死！死！放给我，你跳下去。啊！哎呀！难进难退，真正霸气我乃上将军是也。是不是特别过瘾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演错了。洋洋，这戏我们拍不了了，我们走了。导演拍不了，拍不了。别！哪有时间？什么破剧组啊？走啊！别走，导演。一点都不专业。午饭我请了啊，这组没法待了。走了走了。不是导演呢？我说那导演啊，这不好意思演过了，咱们再来一条呗。咱们可以不用他。哎，你就把这包放井上，我自己去取行吗？可以的，行吗？哎，人家是女主角，没有女主角也行啊。那行吧。对，来来来来来一次，来一次，可以。我给你放这儿了啊，小尚啊，长点心啊，这儿呢啊。哎，准备好啊，各部门。那个演好了就放饭，好不好？来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呀！死！死！死！南京南太真正霸气，我乃上将军是也。哎呀，小尚啊，你走吧，你别玩我了，行不行？你知不知道，为了请那个安老师，我投资一共有20万，我给了他19万。你说我现在咋整啊？你还这么演，你走吧，行吗？哎，我是主演，你也不能把我开了，我男一啊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这样的演员真的没有办法合作，因为你太不专业了。你走吧，好吗？我不专业，你说我不专业，真的非常的不专业。我的个天哪，我还不演了。你站住！你把衣服脱下来。衣服是吗？啊！